定为胡林，祝安心祝你是，哎、欸，再来是咱林进栋中东部虎鲁部主任廖主任廖斌廖主任，个咱进前吼，咱杨静怡交委会吼，交侨委会委员长啦吼，委员长哦，咱张富梅也是咱副主任委员选的，王主任若选调馆长，报起来就是咱张委员长啊。啊，过来咱嘛，地方中华经管，咱的欢喜婆婆吼，大家掌声来鼓励一下。谢谢吼，啊，为着要彰显咱妇女的力量，头一站就来咱中华吼，咱民主查某人做宣传吼，希望为咱的选情吼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。选举不是干咱查甫人来付尔吼，女人嘛是有流行的力量吼。啊，咱首先先请咱廖斌廖主任吼，先来简单来甲咱讲即届咱的做宣传大概诶这个流程。好，谢谢。咱翁馆长哈，还有我们张俊雄夫人哈，朱安英女士，还有我们张委员长傅美女士，还有咱的一个司保席总会长哈，还有开喜婆婆一起台北县哈水当当的会长啊，哦，我想说出来大家因为今天盛装哈出现，那今天真哈。咱民主查甫人的组选团哈，来个家主要是展现一个造型，这个造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领巾哈，您打开看，我们夹条冰糖龙结的领巾，那有一个环保袋，你们展示出来给大家看，这个叫做民主查甫人的环保袋，哈，出去分团队的时阵，拢是用这个民主查甫人的环保袋分，有两边哈，一边是桃红色。另外一边哈，就是米黄色的，你给它长弄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全国专供哈，那选举的关系，所有走形拢是安尼哈，所以到时候民主查某人出去的时阵，你就知道这就是民进党诶迄个助选员哈。那我想今仔日呢，是安怎叫做民主查某人哈？这是有特殊意义的。那民主查，因为一般人人来讲啊，查某人啊，就是安那啊，尤其是那种屏东的人来讲啊，恁左人啊嘞，意思就是讲，嘿，女人哈，你都不懂啦，哈，你对政治拢唔捌，然后对公共事务、公共政策拢唔捌，所以阮挑过好做民主查某人，就是意思就是讲，这个现代的台湾妇女是有民主素养的，所以挑过一把一个比较，你干嘛讲啊，这是。有一点轻微的轻蔑意思的这个查甫人的物件，加上一个民主，所以是有民主素养。那有民主素养，意思来讲，你对政治六的钱六判断能力哈，你有批判的能力哈，然后也有能力哈，接受很多的讯息，然后来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有批判的能力。那吉鸿民呢，就是说他也了解主权在民哈。他知道怎么样选雄厚的好酸林，像我们吴金珠姐这样子，你选雄厚的好酸林，这就是民主查某人，我们名叫做民主查某人。其实有人说啊，这跟他查某人真怂，但是加上一个民主的时候，就是它是一个现代化很时髦的一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我挑各位，您仔细看哈，那我这民主查某人，我们民主，然后我们是经过特别设计师设计的。这个民主查某人，这个 mark 是我们是已经自己注册了哈，这个商标是这样的，好，对，民主查某人安尼。